也许只能这样了。有些事没必要想太多，不去想心情反而能平静下来。你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哎，我上一楼大堂拿份报纸去。墨池，墨池。我们常将爱情比作风声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当一段感情结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往事留在风里，风能带走的注定不属于你，带不走的是记忆。给大家奉上的风声是小白远赴本省清泉镇录下来的，在这喧嚣的城市夜晚听到这样的风声，会不会让你心情平静？清泉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小镇，那里有飘摇的竹林和深邃的山谷，风是这个小镇永恒的存在。而就在这风的故乡，诞生了一位天才钢琴家。就在前一段时间，他刚刚宣布退出乐坛。虽然我们再也听不到他动听的演奏，非常遗憾，但是褪去光环后回归平静的生活，应该才是他最好的选择。让我们感谢这位天才钢琴家带给我们美妙的音乐，干净纯粹，一如演奏者干净的灵魂。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深深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在动听的钢琴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感谢各位每晚准时的守候，真的。嗯，台上也在听呢，相信我，你的检讨一定得顺利通过。哎呀，幸福的你明天就回家过年了，苦命的我还要留下来值班，想想都是可怜呢。那我提前祝你节日快乐。假惺惺，来点实际的呗。回来的时候带点你妈做的腊肠，我可爱吃了。行，没问题。最好了，拿走。下雪了，耿墨池。我送给你的风声，你有听到吗？以前每年春节，我们都会一起过节。
房子卖得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这两天又卖了两套。行啊，天生的销售高手。那你呢？过年什么打算？值班呗。怎么今年是轮到你值班了？因为我好欺负啊。其实值班挺好的，有三倍的工资。哎，你今天又是顺路来看我的？对啊，我老是顺路来看你。过年我怎么办啊？耿墨池，你放我下来！不放。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哎！开车！停车！开车！停车！你干什么？停车！跟他叫什么？跟他叫耿墨池。我的猫，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它是母猫，它明明叫考考，白胖胖。太难听了。难听你得受着。